我们这次来看看 G97 前肯尼精彩却又糗的时刻。想得太简单了，前肯尼哦，用篮筐来做一个掩护。哦，这次前肯尼的上来也蛮有艺术的哦。领航员打完之后，梦想家绝对有充分的时间，但一个运球就发生失误了。前肯尼竟然在前场放枪，哇，这个损失很大。在防守端做了一个超球的时候，其实他在运球的过程中就有点怪怪的，对，就是感觉好像。你觉得第二球是不是很糗呢？欢迎留言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。